较少，并且发质较柔软。因为顶部的蓬松度不足，并且发尾呈现高层次线条，所以看上去偏老。此模特相对整体轮廓线条偏圆，所以对脸周围要做长度保留，并且发际线位置偏高，要通过刘海来控制脸部面积。外部轮廓线后区，从后区开始设定长度，耳下点第一段为界进行分区，相对头皮零角度提拉，齐发修剪，长度设定在锁骨下。从中心分缝线开始左右分区，中心分缝线至耳上点45度角进行发片分区，垂直与分区线提拉发片，并以中心把住为导线，相对地面45度发片垂直切口，制作外部轮廓线条。脸部线条，脸部线条顶点至耳上点为界进行分区，平行于地面提拉发片，并且以耳上点长度为导线进行修剪，沿着头骨形状边改变发片角度边进行修剪，一直剪到顶点。到两瞳孔之间进行分区，相对头皮棱角度长度设定在眼睛的高度进行修剪。片开始，如果斜取发片，就不会破坏外部轮廓线导致失败。但是，金梳发片与后区金梳方法是一样的，所以一定要认真确认是平行于头皮状态来进行金梳的。顶后区，将头顶长度设定在整体长度的1/2位置上，同样平行头皮位置进行修剪。
而侧高骨上方头骨形状变成横斗的曲线形状态，所以要注意提拉发片的方向，以黄金点为中心放射状提拉。中心设定头顶分心导线，将黄金点长度为导线，垂直于头皮90度提拉发片。由于头骨形状顶点之前都是向前下倾的状态，所以提拉发片的时候也要稍微向前提拉进行操作。顶区侧区临肩收卷中心导线长度与耳上轮廓线的长度，如果将顶区与侧区的发束向上提拉修剪的话，侧高骨下侧与上侧就会自然呈现不同的高层次切口状态，也可一次性完成发尾薄头顶厚的 S 型线条。首先介绍基础拳头挑染的分区方法，前发区取三角形的较宽刘海，顶区头发自然垂落状态下耳对耳分区，侧区脸周围线条，三角形区域骨梁区，此区为正中区域，会使其区域分出正方形，所以先在下侧分出区域线条。基础拳头挑染的分区完成，从发际线开始取第一个发片5毫米，并保留2毫米的厚度作为保护发，之后取3毫米粗、3毫米宽的基础发束，并间隔7毫米来做挑染，用刷子蘸取药剂，从发中开始涂抹，锡纸要与头皮保持垂直的角度，靠近发根时将刷子立起，减少药剂涂抹量。如果头发长度超出锡纸范围，将多出的发梢部分卷起放在锡纸中部，均匀涂抹掉漆。两侧进行相同操作，骨梁区每个区分别取出5片1厘米的发片，并将基础发片宽度设定为1厘米，在此发片上取3毫米粗、3毫米宽的发束，间隔7毫米，正确简洁地做挑染。
三角区将古玩区上侧剩下的部分看作第一片，并将金属坝片宽度设定为一厘米，取三毫米粗、三毫米宽的坝树，并间隔七毫米做挑染。由于有保护法，沿着脸周围法际线形状取第一个法片，约五毫米左右，将金属发片宽度设定为一厘米，在此发片上取三毫米粗、三毫米宽的发束，间隔七毫米，正确简洁地做挑染。发片以同样的方法加入，左侧区完成。接下来开始取一厘米的发片，同样以横向取发片，此时同样不要忘了保留表面的两毫米头发厚度作为遮盖发片用。头顶左侧区完成，沿着脸周围形状取第一个发片，约五毫米左右，并且取三毫米粗、三毫米宽，间隔七毫米，正确简洁地做挑染。右侧区完成，前区发际线部分取五毫米发片，并且取三毫米粗、三毫米宽的发束，间隔七毫米，正确简洁地做挑染。挑染完成，将层次设定在耳下位置，从而来减少肩膀周围厚重度，达到耳上的亮感堆积效果。之后又在刘海整体加入了较细的挑染，来达到树状感及立体感呈现，从而也创造了柔软蓬松的年轻派印象效果。